今天我就没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美颜滤镜了，开了一个磨皮，这样看是不是好一点？有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保持每天元气满满的弹五六七八个小时的煎饼，我想是因为每天开弹我都能见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些人他是从别的城市远道而来，有些人他是下了班急急忙忙冲过来，有些人在四五点就在摊位面前淋着雨等我，有些人人不能到，但是他心里却一直挂念着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明明瘦瘦小小，根本吃不下全家福，却非要点全家福。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我。你如果知道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不仅来买我的煎饼，他们还在不断的治疗我，他们在救赎我。所以我得到爱了，我当然很高兴了。我也想尽我的能量去感受那些得不到爱的人。如果你来买饼，可以将爱传达给我，我们两个一起充电。如果你是不高兴来买我的饼，我也会努力的让你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